喜欢吗，乌龟妹？不要太感动了，我们走吧。可以吗？该做的事都做了，剩下的你先给我处理。好，谢谢各位啊！假戏真做，弄假成真了。陈小诗小姐，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们的确在交往，那么请你交代一下你们交往的经过吧。我们的认识其实是一场一场美丽的意外。其实一开始。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只觉得他是一个骄傲又爱装酷的大明星。而且从认识他的那天开始，我倒霉的事就从没间断过。所以我总认为他是我生命中的扫把星。其实一开始我也不喜欢他，总觉得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。记得我第一天到顶峰大学的时候，其他同学家的背龟壳他就真的背了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最傻的莫过于陈小诗，然后还一直取笑他，叫他乌龟妹。背龟壳进校园是我人生中最糗的一天，还好有你陪我一起走。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你遵守校规还要被同学取笑，所以我宁可陪你一起走。马拉松比赛也是因为有你的鼓励，我才能够跑向终点，摆脱龟壳。因为你说过啊，人生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。而且我一定会跑完全程，只要跑到终点我就成功了。公开游吻那一天，是你把我拉下台，才保住我的吻。因为你让我赢得乐团比赛，把最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我，我更不能让你跟其他男生有吻。这段日子下来，我发现他并不傻，他只是用最相信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，用最真诚的心去面对每一个人。小诗让我认识他的家人，他们每一天都守在微笑帕萨里，卖着让人吃了会感到幸福的意大利面。在那里我真的感受到了家庭，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家，还有相互扶持的幸福。我第一次知道家这个字怎么写。宝贝，妈咪知道你是个温暖的孩子。孟远，我们找一天到微笑 Pasta 去感觉一下那幸福的味道好不好？能和你的家人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陈小诗，看来何群是真心喜欢你，为什么当初你不答应他的求婚呢？如果他现在再次跟你求婚，你会答应吗？不会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都叫我乌龟妹，我真的很讨厌这个名字哎。
你还不是都叫我撒把星。好了好了，看来各位呢对你们两个的感情已经没有疑问了，不过你要用什么方法来打动陈小诗就看你自己咯。如果为乌龟妹写了一首歌，你会不会比较喜欢这个名字？这就是今天你为了巡回演唱会发表的全新创作曲吗？你们觉得是就是吧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小乌龟。小乌龟，小乌龟，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哦，逆转天旋，爱的感觉，他更甜，双眼放松闪电，能超越极限，让人忘了季节，爱成了纪念，为他付出所有爱恋。双眼放松闪电，能超越极限，让人忘了季节，爱成了纪念，为他付出所有爱恋，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，我爱你每一天。喜欢吗，乌龟妹？不要太感动了，我们走吧。可以吗？该做的事都做了，剩下的你请给我处理。哎，走啦！哎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啊！我们今天记者发布会就到此结束了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走，我们去吃牛排。喂，你要说一下什么时候结婚嘛？对啊，对啊，说一下，说一下，决定就走了。假戏真做，假成真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